你们工作要好啊，好好干，嗯，祝你们一切顺意。哎呀，妈买了这么多东西，然后婆婆一会儿要做泡菜，我妈也带 kimchi 还是过来，几个？还有有没有能烤肉的肉？烤肉的肉可没有，那你上这里买去吧。那天买了吗？买了一块是那个半斤牛里脊，对，嗯，从朝阳市内回家来了，然后快递都到了。看看这是我那天直播，他俩抢了两套，然后正好让他给大娘抢两套。这抢啥我都不知道，他俩搁那呼呼一顿抢。我说我报销，他俩一顿抢。这家伙的没不不那个不管买啥玩意儿就这想抢啊。那回事儿，不报销也抢。哎，不报销也抢吗？哎呀妈，真会说话啊！我以为就报销给抢呢。哎呦呦呦呦！这是哪个啊？这是大花那个，这个大娘有一套呗。嗯。啊。大娘有一套，直接给他拿上去。两米三，这个是大娘。两米三的啊啊，尺寸不一样。嗯。你俩买你小的买一米五的。因为我贝爷买的那个。啊啊啊。两米三。啊。小的贝。哎呀妈呀！要让我抢，我都抢不明白，估计是。我卖能卖明白，让我抢，我给抢不明白，我都得。有点复杂。哎呀妈！这个那这个给大娘拿着，对啊，哎，这是你们的，那就，哎呀妈呀，轻点啊，这是吧？对，2米03，2米29是吧？对，嗯。凉席，你看你们要还是给大娘？给大娘吧。啊？我俩用不上。你们要就那啥，他们我看他俩用不上，他都不在家都，这俩人净挑好的抢，这凉席是卖的最多的，好像是，他俩哐哐一顿抢。对。这个买啥色？他买，他还抢蓝色了！我的天哪，人家后人没有蓝色卖了，他俩搁哭一顿抢。我俩跟后边还能抢着蓝。烦人劲儿的。还有个啥？那个是啥？那点是啥？那俩是我姐。那俩。啊，那还少一个那个啥的呢？还有俩没到呢。还有俩没到啊？他是分开发的是吧？嗯。那先把这个拿回去给他。那个。啊。我的那个，我代言那款。你代言？对呀、啊，你代言那款弟媳款。弟媳款还没到呢，弟媳款。这是弟媳拿来的中式糕点，不好意思，婆婆应该没吃过这样式的。不好意思，婆婆说，嗯，婆婆说韩国这没有这样式的。这啥？嗯，这是那个什么酥，好像是。韩国没有这样，你吃吧。妈妈说这好吃呢，说韩国没有这样式的。啥东西？没有这样式的，这糕点。嗯。这是回家来，我爸给的，然后弟弟他们给的，然后刚才爷爷又给了，然后我拿出来都数了一下，一共收了6500块钱。大娘要给我，我没要，因为我觉得大娘每年都给我，就是每个孩子都给我了，我就不要了，6500。然后先数出来给爷爷包个红包。这个你让他可能会泡。琪琪给你买的海参啊。这个跟我说是好泡。好泡吗？放在保温杯里。放这个保温杯里面，然后直接泡。是吗？嗯。这是一个一个小罐儿的，哦，它不是那样式的。哎呀，这大孙子给买的，孙媳啊，孙媳妇买的，这孙媳妇真会买东西，买的大海参，你看看，孙女都给没给买过。哎呀，孙女给买的多了去。我帮你看，人家孙媳妇给买的海参。你这孙女婿没买过呀？上，快点，比较一下。上。去年我得，8月14我才回去出院。啊。那人家阑尾炎。啊。是个小毛病是吧？啊。我要不是啥不是啥，呱家伙那个的，感染了，把那个肠子都烂了。哎呀妈呀！结果是住院。我那是干部，3天全长好了，3天。啊。我们那医院那个大夫都说，哎呀，哎呀，神，不是真喝红参是吧？可能喝的红参就会有关系。真喝红参有关系？要我咋说？你看85了吧，爷爷都。84。你真喝红参，喝了几年了？嗯，几年了。好几年了，这么喝，你看那小体格，扛扛的。我爸也对这个肾有正视，嗯，他有那个好几个现象。
现在都种了这个虾，嗯，我听说那个已经都啊挖出来了，对，哎，那下回给爷爷拿点那个。现在我们有点怕，啊，别人就吐沫来拿走啊，因为这个要好好养到六年。对对对，那菜这个鲜是最好的。对，这宝贝好，教爷爷呢，就横着放到这儿，然后这个里边。泡12个小时，就你早上起来给它泡上，搁热水是吧？搁开水。对，搁热水。那晚上泡，早上喝不行吗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晚上。睡觉吗？没事，关键要睡觉吗？就灵，去姐夫就灵魂拷问一篇。天哪，你这杠精！如果我的话，就晚上泡两个，就早上。嗯，可不是呗。看看，就是件好东西，是吧？对，这是对，对，对，装小盒里。我也能不能喝一点？不能，太年轻吧？太年轻了。你问爷爷给不给你一个？这老头啊，哎呀，不舍得吃，是的。你们工作要好啊，好好干，祝你们一切顺意。哎呀。爷爷的祝福的话，嗯，一路平安，对，一路顺风。爷爷就会说话，给买的海参啊，给我大娘买的那个富安娜，拎过去了，我大爷给我送回来。好，下雨呢，下雨。啊，下雨呢，下雨呢。又要下雨了。要雨伞吗？不用雨伞，他就走了就。不，大爷给送回去。哎呀，还是大爷好好照顾爷爷呢。啊，你这大爷老大，你必须得嗯。老大必须得大孝子，他是，嗯，进来快进来，走路啊走路啊走路啊，嗯。